最近大家厝里发生很大的代志，啊，个性人叫人来找魏斌，真正唔知头家在想啥。想啥？就想一寡咱袂用想的代志啦。唉，咱都听人心碎的啦，人讲啥照做就对啊啦。好啦，我再来找看卖啦。好，行。你哪里哭啊？我的天，的天！我的天，的天！囡仔，你哪一个人伫遐？歹人了哇！歹人？这囡仔应该袂是从顶关摔落来吧？囡仔，你讲有歹人，啊歹人伫底？我唔知呀。你唔知哦？那呢？你叫啥物名？恁家住倒？阿爸阿母呢？我是阿母。你要找阿母哦？好，啊我先带你去膏药啊，再带你去找阿母，好不好？好。好，真乖，来。这里哟，我爱你。啊，喝完了。无我都带这个囡仔转去美店，头前哦就是阿伯因爸，我若是请阿伯斗相共，伊看到这个囡仔，应该袂甲我拒绝吧。那是啥？是发生什么代志？我伫头前刷坎看到伊，伊规身躯拢是伤，嘛不知是啥囡仔。将囡仔交我，我来替伊买药啊。算是你尽心给我照顾，我对你报答。阿伯，多谢你，来。谢你哦。阿伯。我阁有工课，等我无闲煞，阁来带这个囡仔去找阿母，敢袂用着？伊会当离开啊？我就知阿伯是一个好人。中昼顿已经传好啊，请你来吃饭。阿秋，敢有少爷的消息？无呢，还阁无消息。万金无去啊，敢讲伊阁遐少想咧娶细姨？夫人，你莫烦恼啦，迄个魏斌即摆阁毋知影伫倒，老爷只是甲因阿爸拐起来。敢讲我永远去予人拐伫个这个房间内底？阿秋啊，你爱什么，我拢给你，你帮我出去，好不好？不用的啦，夫人，老爷有交代，啊，把夫人顾好。你若是走去，我一定会去让老爷打死的啦。煞煞去啊！阿秋，你把饭菜收收的，我无想要吃。是。
笑，你无愿意跟我斗相共，不要紧，我就靠我家己。从今仔日开始，你就代替我做丁夫人。把你惊着啊！囡仔，唔免惊，阿公袂甲你伤害哦。你下个呢，一定就听的吼。阿公吼，甲你切一个外药啊，好唔好？好。从你的空水切切嘞，伊若无吼，我来再咪甲走入去哦。阿公哪甲你切，吼哪讲过好你听，啊你讲好唔好？好。啊，是真久真久以前吼，有一只足古锥的兔仔，啊，迄个兔仔吼，目睭是红红红啊，哎呦呀！啊！伊阁上喜欢食的哦，是红菜头哦。巴肚枵。啊，巴肚枵哦。哦。阿婆，阿公准备一寡食的给你，你讲好唔好？好，我们听故事。阿未食物件，就是要听故事哦。先吃一挂水果哦，啊你哪吃？阿公拿广告给你听，好唔好？好。哦，嗯。哎呦，古锥吃水果，阿公来广告。有一天啊，一只兔啊，拄到一只碰瓷，啊碰瓷讲，哎呦呀，我巴肚枵啦。啊，一只兔啊，就问碰瓷讲。你够该食红菜头，迄碰瓷是听了，就讲吼，嗯，我上该食水果。啊，伊就土豪就听讲，哈，我敢那只有红菜头，啊，红菜头，红菜头，你就敢那敢伊食迄个红菜头，啊，佫有水果啊，啊，无继续食，啊，讲继续讲个互你听。笑一个，还佫笑嗨。你的囡仔拄开始讲有拄着歹人，敢真正是有胖掠去啦？全身骨拢是伤。迄个囡仔，跟我做伙跋落去山脚，唔知影搞安怎，我乃四界找拢找无伊啦。伊讲的囡仔，敢是我带去我阿爸迄个囡仔？伊应该袂为着趁钱，伊伫阿爸目睭，连囡仔伊嘛怪走。高志强，那也阁是你啊！阮阿爸毋是叫你莫阁来找阮啊？我毋是，我是拄仔好胃病经过啦。你哪会规身躯拢受伤啊？哦，我胃头前的伤扛跋落来啦，阁掠准讲哦，要去见阎王啊！你敢知影？我拄仔状况真正足危险的，啊，不过我真正无想遐济。真正是你哦、喔！
什么是我？我俩分你是好人，就是我误会你啊。我唔可能真正无救啊！为着要赚钱，伊伫你阿爸爸厝，连囡仔你嘛有法度下手。行，抓狗你做。啊！我唔是故意。喂喂喂！哎啦，我说你出去就得。哎呦，卖搞气氛嘞，怕未着，怕未着，哎，我这我出去。阿爸，我回来了。阿姐，敢有把你欺负？哎，你想要创啥？这囡仔是无辜的，你先嘛唔通学袂来啊！阿爸爸，就咱当去想办法。啊，不过你唔通冲动啊！哈。我，哈哈哈哈哈！小姑娘，你误会啊啦！阮志强哦，唔是强盗，伊是为了要救囡仔。叫强盗比较山坑，啊！伊只好让囡仔跳落去山坑，加在两个人拢无代志。哇，歹势啦，是我误会你啊！啊，你的伤够要紧啊！我不要紧啊。阿姐，你是讲去找阿母？你看，今麦已经足暗了呢。今仔日哦，你着带阿公因家，阿姐明仔载去找阿母，好不好？好。那呢，你会当甲阿姐讲，你叫啥物名无？万金。万金哦，啊，你阿母叫啥物名？小满。小满啊。小满。你拢有熟识哦？伊是林富春的母，之前就是伊爱我来抬你的，就是因为伊无想要让你嫁给林富春。啊，迄个时阵，我为着赶紧装着阮阿爸爸借的医药费，唔才会答应伊。拢是我唔好，才害你做出这款的代志。志强，以后千万唔通阁做出种戆代志啊，知影无？我知影，我以后绝对袂啊。我只想讲，要弥补小满，当年是我受过软弱，才无勇气去追求我家己的幸福。啊，不过即摆代志拢已经过去啊。虽然我甲即摆也是无愿意相信，这拢是因为酒茶的关系。酒茶是啥物酒茶？刚刚写白底袂看讲迄个故事。四十年前，在我少年的时阵，非常的冲动，学习一生的武功，遭重感冒，我真爱打抱不平，就是讲家己是很强中医的英雄。我无钱啊！你无钱，敢摆什么台？兄弟，安怎？安怎？我问你，要对人安怎？你实在是欠拍你啊！互相托付终身。阿伯，原来迄个薄情郎就是你。无唔对，我就是迄个辜负彩霞的薄情郎。你当作我受过顶辈的武功，我
我拜师学艺，四界找人比武，辜负彩霞对我的恩。大叔，你别跟人冤家啦！我来。滚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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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敢会记的？我可以回来找你的。呀！就伫伊要赢出伊的迄一天，阮收人找上门。对啊，有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啥物代志？大秋，你伫倒位？你来还袂来娶我？后来，就像我伫庙口讲的同款，彩霞伫死之前，对阮高家代代子孙下咒财，嘛成为生生世世无法度解开的悲剧。我嘛咒诅，绝对袂当阁使用武功。阿伯，敢讲迄个彩霞咒财？真正有遐尔厉害啊！到后来，我才发现，我一直失去我所爱的人，只要跟我身躯边有关联的人，拢会变甲真凄惨。这个咒财嘛开始影响着我的人生啊！经过这么多年，我体会到一个道理，就是我若不爱，或者是爱，所以我只会当做出违背我心意的代志。也那么，你爱伊，就是你害伊。啊，不过代志拢经过遐尔久啊，刚刚迄个彩霞怨恨搁还袂放下，啊，这个纠缠永远无法度解除。我捌听讲，下纠缠的人一定要化解伊心内怨恨，这个纠缠才会当解除。彩霞，我的人生有一天要离开你世界，我无得替阮高家传宗接代。我无怨言，我嘛知影这是我的报应。要不过，我用我的性命给你困起，放下你的纠缠。那无，这个纠缠就敢那乌棒同款，一直对着你我心苦逼。男的啦，老爷，我送回来给夫人，夫人跟我讲分去，后面我就不知道了。你真正是有够笨蛋的你嘞哈！这个小家伙，真正的给我气死！爱水是查某人的天性，所以来公牛庙参拜会变成功的现象，传来拜物件嘛，甲一般的庙无共款。听讲可以当来遮祈求好姻缘。啊，咱仙姑是姑娘嘛，吼啊爱漂亮，
啊，所以伊个信众吼，拢会摕一寡迄落化妆品啦，吼，啊，无就鲜花啦，吼，仙姑爱用的迄落物件来予伊使用。啊，即寡物件吼，咱仙姑来用过了吼，啊，咱就给陈列出来。啊，如果你若来吼，你会甲仙姑求即寡物件登去用哦。啊，仙姑会比如你人缘好，吼，那单身的哦，真紧就容易找到好对象，也会有好姻缘。庙方也特别交代，信众传来拜的物件一定要全新，唔捌用过，而且是家己喜欢的物件，才袂失礼数，对未变成果无尊重。我的心愿离你过一寸，要乎你的汗水，你的心酸，有我心内藏。面对坎坷的路。一步也不愿让，情难渡，心难忍，爱难向，泪向伊也不切把世运，怀着有你当我枕，问来生。想留我心多情，一生早晚是这长，我有你，我有你。